好啦，咁啊炒个咩河粉啦？好啊，干炒河粉啊，因为我啊唔食牛肉嘅，我所以注意我就系用呢个，即系卤水咗啲腩肉喺度嘅，我阵贴翻片，跟住加啲虾肉落去，睇下我系点啊，都好靓嘅吓，我放一啲，我哋解焗。 系啊，而家呢啲要浸一浸水，因为可以啲一定要浸浸住啲炒嘅。啲阿木子攞喎，系啊，冻咗之后，随时可以用噶嘛。五百块，五百嘅系。浸一浸水啊，浸一浸够水先，俾翻水，加翻盐，加盐，掟翻啲，吸一吸翻水先。啲阿水几靓。系啊，靓系。 西芹咯，西芹少少啦，西芹丝，而家加翻啲洋葱落，少少金笋咯，少少啦，啲颜色睇下啫，可以，缩翻佢先吓，系啊，少少，睇唔大只嘅，好大虾添，啲虾爽啲嘅。 少少胡椒粉，少少油，少少就OK。捞匀就得喎。捞匀佢，等我嚟。买芡汁先。哦，啲糖。糖啊，少少。生抽。生抽。生抽多少少啦。生抽老抽系咁多咯。系，一样。啊，再放翻老抽。嗯。嗰啲颜色咁。OK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呢个本身已经熟咗，熟啦，熟啦，轻轻整翻，整一整软番薯，我浸过嚟嘅，个热水，慢慢落翻软佢，慢慢落翻软佢，即系有少水分。 嗰啲 sand 嚟嘅嗰啲，啊，佢一定要爆爆嘅。葱、西芹、加少可以。可以。跟住放埋河粉。
就叫我们广东龙母。即係浸軟佢先，跟住再揼熱水泡攞落去。少熟咗落，系啊，唔好咁多，因为我啲粉我唔系买翻嚟嗰啲有油嗰啲啊嘛。确保嗰啲粉有少油周围啊，散一散唔使黐咗，因为我啲干粉嚟嘅。差唔多咯，系啊，夠啦，好靚啊！我呢個變咗炒好，放湯放仲炒到正。打電話講下，好細，好，嗯，一大碟啊！好靚啊！佢冇咩油啊，好少啊，正啊，唔該正。嗱，好軟熟啊，好靚啊，又唔酸。啲乾品做的最好啊！如果買鹽筍嗰只咧，呢度冇得賣啊！喺香港嗰度有咧，呢啲係好多油噶。而家咁炒冇咩油，幾好啊！自己控制，好味道。另外好嘅，俾個 like 啊，公撳埋個鐘仔啊，多謝你支持啊 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同埋支持阿公。阿公，Let's go！